非常的了解，就直接进来看直播，然后看到我的直播数可能有一点心寒了，因为直播看观看人数很少嘛。不过都没有关系，啊，老一这个旧粉丝应该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了哦。你们都知道我为的是解决部队的相关问题嘛，好，所以我的心态是不一样的，心态跟一般盈利的 YouTuber，我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。学历的看法哦。因为你如果学历，我一直都有一个观念，就是如果你是家里急需要用钱的话，那你就直接去担任志愿役士兵。如果你对于军中的军旅生涯还有一点愿景的话，你可以去考这个陆军专科学校，或者是陆军官校都可以。好，如果你家急需要你的钱，那你当然直接当志愿役士兵，受完训，你一个月就可以领34,000了嘛。但是如果你对于军中这个整个有愿景的话，我是觉得你去读陆军专科学校或者是陆军官校，会比较对以后的路会比较开阔一点点。好，因为我们老实说了，你是志愿役士兵，后来取得专科学历或者是大学学历，再去转考专业军官班或士官班的人员，说实在的，虽然出身不是一切，但是会有一点点影响，好，会有一点点影响。那你如果一开始就去读陆军士官、陆军专科学校或者是陆军官校的话，那你对以后毕业之后会比较让人家觉得正统一点。我们只能说，你的连长、营长、旅长。几乎都是军校正旗学生班的学生，那他对于自己的直属学弟会不会有多么一点点的偏好跟喜好？可能会有。好，今天所有的连长，例如我是营长，现在我下面5个连长，有一个是军校正旗生，其他都是专业军官班。请问，我今天要送一个上尉去正规班，他们5个都表现得一样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定选正旗生，因为他是我直属学弟呀。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个军校毕业会不会有一点优势？我只能跟你讲，可能会有一点一点优势，除非你的表现比那个军校生好10万倍。这样子的话，可能那个营长就会选你一个专业军官班的上尉去接受正规班的训练。啊，如果5个连长都表现得一样的话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营长绝对会选他的直属学弟，就是那个军校生去接受正规班的训练。所以你说，直接去读军校，或者是直接去当志愿役人员，有什么不同？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，就是你以后的路，好，你以后的路。那如果真的是说你家没有什么经济压力，你可以去读军校，一样可以一个月领15,000嘛，还是有一点点的月薪嘛，好，只是说你还在读书。啊，如果你觉得哦15,000不够，我家急需要用钱，我一个月至少要34,000，那你就直接去当志愿役士兵。不要再去报考军事院校，因为军事院校你至少要读2年，专科班要读2年，大学部要读4年。啊，这2年跟这4年，你每个月的月薪就只有15,000。所以你如果是家里急需用钱的话，你就直接去当志愿役士兵。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去读这个军校。哦，没有啊，军校浪费时间没关系，他就是要学历啊，没关系啊，浪费就浪费啊。请问你在部队待4年，你会有大学学历吗？不会啊。但是你去读军校，就算每天在浪费时间，军事教育就算很少好了，你还是取得了大学教育的学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们就是要他的学历而已啊。那你说，你今天去这个下部队当志愿役士兵，你出去外面补一个假日班的四季，你就觉得不是浪费时间吗？你觉得四季能学到什么？你觉得假日的4年制大学能学到什么？对啊，也学不到什么啊，对不对？我的硕士也是工于进修的啊，我也觉得没有真正像一般生学到了那么多。对啊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要一个学历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目的是需要一个学历。好，你说学的多不多，对于我们军人来讲，好像不是特别的重要哦，好像不是特别的重要。电机系很厉害，凯凯，电机系是台湾最棒的。你看第二类组台大电机系是不是第二类组的最高分？没错。
台大电机最高分，清大电机也最高分，交大电子这个都是最赞的。我跟你讲，电机系是最赞，你能考上电机系很厉害的。电机系我觉得是最厉害的，真的，我不骗大家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因为我自己理工头脑不好嘛，所以我觉得电机系的人很厉害，很厉害，非常的厉害。军校怎么找时间读书？军校不是一直都在读书吗？你这样讲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回答你什么。军校不是一直在读书吗？对啊。哦，如果你是陆军官校电机系不错啊，或者是你是中正理工电机系很好啊。我觉得这个，尤其是中正理工的电机系，它不好考哎、欸，也是你要具备有中自备国立大学以上的实力，你才有可能考上国防大学国防大学理工学院的电机系哎、欸，不简单哎、欸，凯凯你不简单，很棒，非常棒非常棒，能考上电机系都是蛮优秀的，都是蛮优秀的。浪费时间，看你怎么定义了 啊！你说，为什么军校我明明就是个学生，为什么我还要这个？我还是有一些军事教育，没办法，因为他是军校啊。为什么寒暑假不能好好放？没关系，没办法，他是军校啊。不然你一开始你就不要读军校就好了。所以那不叫浪费时间，那是储备你下部队以后的学能，那不叫浪费时间。好，所以看你怎么去定义军校的各种课程，好，看你怎么去定义。对啊，看你怎么去定义。资工系硕士毕业还是来的，都有啊，都有啊，哦，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，都有都有，哦，也有人读书很厉害的，都是去当军人，也是都有，不能这样说了，哦，不能这样说。我不是跟大家讲说，我有好几个学生都是全国排球国高中第一名的，哎，他随便都有国立大学可以读，哎，他后来为什么加入志愿役士兵？所以这不一定啊，哦，不一定你技能强，不一定你学历强，你就一定说不能当军人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一定的，啊，哈，没有一定，对啊，没有一定。留言退回。好，黑蛇你好，曾俊伟你好，会员曾俊伟你好，小英你好。哦，小英看到小英就心安了。哎，小英要不要直播？小英要不要直播？